金角。こんにちは。はい。アバガバスモニア。サワディカ。こんにちは、ディマイカ。M 什么啊？完全没听过。是外派的 MA program 吗？啊，跟法资 MA 有什么差？完蛋了，会不会只收海归啊？那会接受有工作经验的吗？And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, for example, Japanese. 哇，进公司一年半就有外派机会，也太刺激了吧！还给你免费学第二外语，真的假的？这个不限科系，也不限硕士学历，应该是骗人的吧？哎，好像可以出国工作哎，冲了啦！我爸跟我说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年轻就是本钱，好像可以去闯一闯哎。哎，最快三年升经理耶，一起上车了吧？但我怕摔车，可是又好想当外派 banker， 感觉很屌哎。哎，重点是听学长说啊，整包 package 好像不错，而且啊，外派福利还比同业好哎。喂，您好，这里是中国信托。你是不是诈骗集团？你才是诈骗集团。喂，你好。拍你当搞笑。喂，您好。喂，您好。喂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跟中小企业老板谈条件，我狂冒冷汗，超紧张的，好不好？还记得啊，有一次我自己一个人去核电厂拜访客户，人生地不熟，超可怕。真的假的？部长有份资料想要跟你讨论一下。你还太浅。部长，这份资料麻烦您过目一下。退去重写，退去重写。好的。改报告，无限轮回啊！这边数字都对不起来，报告一定又要难产了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王先生吗？我这里是中国信。一整天竟然扣不到任何客人。对啊，电话被挂，拜访被嫌，送来又送不过，到底想怎样？继续打吧。哎，最近怎么样？还行吗？可以啦，顶多跟其他人一起被洗脸，然后可以一起讨论如何调整。对啊，哎，我发现麦火哥人超好的，都会跟我们分享怎么去跟客户把干净哎。不用担心啦，我们会一起过关斩将，顺利毕业的。在八楼待一阵子，感觉还不错哎，不会死气沉沉，同事互动也超热络的，跟我们之前在新训的时候一样，同事之间感情都超好，下班偶尔还会一起去小酌哎，真的是 We Are Family 哎。记人名的能力，因为很多主管都有中英文要一起记，练就不怕被打枪的业务力。靠给 keep to my 带 my car 抓重点，还有问问题的能力。中美南美心感恩，闲聊扯淡讲干话，大家都很会喝啊，有千杯不醉的能力耶。接触不同产业，提升产业分析报告的能力。履历通通投起来，赶快上车吧，不要再犹豫了，机会是不等人的，跟我们一起站上国际的舞台。